第二站来到这边叫做 UDX， 然后它这边是二楼的地方，就是展望台的地方，大家都可以进来，然后后面就是线路，所以大家可以预测会有很多台电车经过。那这边是 Akihabara 的 Eki 的 Outlet 的出口，这边也很近，那也是可以溜小孩的地方。那那边应该就是所谓的电器街。好，那我就来这边录这边的电车影片给大家看吧。这一部片也是铁道迷的福气，那希望可以来很多辆很好玩的车，好像有超多小朋友在这边玩的，超可爱的。好，我们大家来看看电车吧。